国际商港之眼，大家好，我是 BTS BOTA， 也就是船舶交通服务中心，俗称塔台。平常在港口负责管理港区航行安全，确保港口正常运作。我的身体里有很多精密电子航仪，帮助我随时掌握港区动态，像是雷达、无线电、船舶自动辨识系统、电子海图显示与资讯系统等等，帮助我随时掌握港区动态。电子海图系统可以整合雷达、AIS、GPS 等资讯，平常我可以直接透过电子海图系统监视进出港口及周边船只，抓取目标，指导船舶进出港口，必要时进行呼叫船舶提醒注意安全，可大幅提升海上航行安全。碰塔号请注意，这里是 BTS 波塔，已正驶向危险区域，请尽速调整航向。我也可以透过 AIS 广播功能宣导国家港口政策、港区气候、航道状况，提供邻近船舶配合或参考。有了 BTS， 港口就有了一双敏锐的眼睛，看顾着来往的船只，照料他们的安危。所以我们当应也要向在 BTS 24小时轮值的碰塔同伴们致上最高的谢意。今天就介绍到这里，我要继续去工作了，拜拜。